红旭涛，啥意思啊？母亲对不是啥呀？啥意思啊？我们搁这跟说话呢，跟家里你们，然后你们还得怪我呢，白难受。我操，这人好硬！先把枪给你，真的你。我前面还有一个。牛掰！掉在他们。还被打，还被打倒了。我要扶他。倒了，倒了。大包吗？十个绷带自己慢慢弹，十个绷带一瓶行。啊，十绷带你也没给我呀、啊。他饿的孩子。哎，没子弹了！是的，康利好，还有一个中段。在哪儿？我没看到，我前没看到。那就在仓库阴着的。仓头。打了，打了。打了，打了。真没。啥意思啊？啥意思啊？不行了。啊！一楼还有，听到没？走，跟我。打了一枪，哎，我就是有三级甲醛喷不死我，气不气？哎，我怎么听到人爬呢？黄景翔怎么嘎了？哎，人家对啊，我就说听到人爬呀，我们就八倍，我们我日你的！强，怎么回事？强，强仔，干他！对，一个说，不油，猛哦，打我两箭头，哥们。哎，屁股有车，屁股有车停了。有两个人在腿，有两个人在腿。倒那个，倒那个！哎，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有点猛，有点猛，火力有点凶猛，打不过。哪、啊？